发力。用劲儿，发力。大家好，我是孙一。从视频中呢看出这位球友存在以下几点。第一点问题是他的握拍问题，因为从视频可以看出他的手腕稍微往下掉，然后呢手腕的灵活程度也会小一些，可以看出他的握拍呢会稍微的食指用力过多，然后呢手腕握得有点太紧，手腕向下用力的是过多一些。那么呢该怎么改掉这个问题呢？直拍的正确握拍方式是什么呢？大拇指用力，后三个手指在后面顶住，然后食指做一个辅助的作用，拍头尽量是对着右面右侧。因为直拍呢它的优势就是手腕的灵活程度要多一些，所以呢我们在握拍的时候一定千万不能手腕握得特别死，握得特别僵硬特别用力，这样呢灵活程度会很小，所以握得要向稍微向上一点，把它的手腕能转动起来就可以，然后拍子不掉，握紧一些，那个两个手指抓住就可以。这是它的直拍握拍问题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我看到的就是向左收小臂收的过多。那么呢这个问题呢怎么改正呢？我们先稍微把他的手臂稍微打开一些，然后击球的时候稍微迎前一些，迎前的过程中呢多用腰的力量。因为视频中呢他的重心也稍微偏右一些，全是用手臂来找这个腰的力量。我们可以转腰的同时然后手臂向前迎球，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呢是我看到的他的脚下呢稍微重心偏后一些，有一些坐向后坐的感觉。我们可以呢把后脚跟稍微略微抬起，然后重心在前面，膝盖弯曲，然后上身也前倾一些。这个时候呢我们发力呢会足一些，力量会很好的能用上身体的力量。同时呢我们在站稳之后，向身体前倾站稳的时候再用重心转换的感觉，会把这个力量这个球打得很充实一些。好，谢谢大家。